们的塔史柔，跟我下一盘棋决斗吧。什么黑色、杏色、铁灰、脚踝到 XL 的都可以穿。这件应该就是皮肤浅白色啦。对，就是任何哪一个肤色的人都可以驾驭这个颜色。而且这一个布料啊，本身就像刚刚可清穿那个浅色，它也不会透，完全不透。你看它就是这样子，你就是把它抽开。哎，我是建议大家不要把所有的绳子全部抽开。你抽开你自己很难串回去，我跟你说。对，你就是这样就好了。你拿去洗的时候呢，你也是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它拉起来就是这样子。拉是不是很方便很骨溜？哎，我刚有吓到，因为我想说，哎，它怎么那么好拉？它整个就腰是腰，胸是胸，马甲的效果。哎，你们看一下后面啦，因为我觉得它后面做的也蛮漂亮哎。这个腰带是车在后腰的哦，它是车起来的，感觉会很像你自己系了一个腰封。对，可是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，很顺。这个洋装你也是蛮适合搭外套的，风衣外套，风衣外套哦，风衣外套，风衣外套，西装外套。直接搭下去，你这样搭西装外套也是蛮好看的。对啊，这样子也可以吧？然后再穿个靴子，然后你看中间那个腰封就有一点造型。